随着社群网络发达，运用社群媒体及通讯软体的便利性，和亲朋好友联络或者是联络公务已经成为民众日常。但是随着科技进步，利用 AI 变脸技术假冒亲友、同事或者是名人的诈骗手法也都出现了。玉里警分局透过各项公开场合积极宣导，提醒民众眼见不为凭。随着社群网络的发达，运用社群媒体及通讯软体的便利性，与亲朋好友联络或联络公务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利用 AI 变脸技术假冒亲友、同事或名人的诈骗手法也都出现了。玉里分局透过各项公开场合积极的宣导，提醒民众眼见不为凭。一听、你要听清楚他讲什么，二挂，不要紧张、如果你觉得他是不合理的，就直接挂他电话。第三个要小心求证、大家生活周围、都有非常多的这个警察单位，包括派出所、分局、侦查队，你都可以向他们求证，请他们帮你去分析一下这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。AI 诈骗技术发达，民众要有耳听不一定为凭、眼见不一定为真的观念。接到亲友电话、视讯来电，只要提到资金周转、要借钱或遭绑架、要付赎金等字眼，就要提高警觉，肯定是诈骗集团透过 AI 科技设备伪变造亲友的语音或面貌诈骗。请谨记一听二挂三查证，才不会因贸然汇款而遭诈受害。记者高双双、玉里镇采访报道。